现在船一直在深水里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看到那边那个浮漂了吗？那个浮漂是专门给潜水的人补给用的。我们今天就赌一把，就赌今天晚上鲨鱼不会来，我们一起游到那个浮漂上去。你觉得我很大的希望活下来，你做得到吗？
啊！